Let's go。要到柜台先预约，预约时间到再去该楼层报到。OK。等一下应该会去游泳池、体适能中心。二楼是篮球场，下去看一下吧。篮球场 ，OK， 这边有桌球、羽球场。目前里面有健身房，大概就是有慢跑机，还有一些拉筋的，还有拉背的，其实就是跟一般健身房差不多。现在有一个跳水的比赛池，游泳池大概长这个样子，旁边还有儿童池，前面是好像是比赛池，来看一下，哦，这边有淋浴的，还有跳水的看台。OK。得到了，感觉还不错，你来游一下吧。这是感觉起来游泳池还不错。有一些温水设施跟一些儿童池，游起来感觉不错啊。等收费的时候再来看看状况。那健身房的部分，东西都还蛮齐全的，也是可以固定的。下雨天的话，也是可以过来这边做室内的一些运动。整体来说还不错。人也没有像新闻或者是其他部落客说那么多，所以